Underneath the moon, underneath the stars, here's a little heart for you. Up above the world, up above it all, here's a hand to hold on to. But if I should break, if I should fall away, what am I to do? I need someone to take a little of the weight, or I'll fall.大家好，现在是中午的12:15，我刚起床，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准备学习，我不想洗澡，我也不想化妆，我好累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天气不错的一天，适合在家里学习。今天天气很好的话，我还以为今天天气很好呢，没想到我都忘了昨天晚上下了大雨。说到昨天晚上大雨，下的真的非常大，觉得这个天阴沉沉的就很适合出去玩，就不用涂防晒霜。看起来天上什么都没有，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云，很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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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，超级好吃。然后呢，我们拿什么拌一下？拿这个吧。啊，我特别喜欢吃这样子的蛋黄。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吃胡萝卜，但是放在这里面就也勉强可以接受。
线故事，是我们老师推荐给我们。嗯，现在是10点钟，看完大概是1点多。这应该是早上的8点半，先挑衣服之后，我每次看到太阳的时候就想打喷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天哪，今天也是阴沉沉的一天，适合去补习，跟我的心情一样。今天也是酷酷的一天呢。我觉得非常完美的鸡蛋，就卖相不怎么样。我有一台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其实我不喜欢骑电瓶车，每次骑电瓶车的时候，我花了1个小时吹的头，5分钟就给吹没了，所以我不喜欢骑，我喜欢走路。可是今天上课要迟到了，只能骑了。就是每次我骑完电瓶车，就变成这样。刘海都不见了，很
很烦人，真的很烦人。